经本人席联系超商店长表示，不认识该名网友，也没有在该店上过班。某网友贴文称，在超商当大夜班店员时，曾报警无用，实测警方在30分钟才到场一案。经本分析，联系超商店长表示，不认识该名网友，也没有在该店上过班。经本分析清查，110年1月迄今，受理该超商案件仅两件纠纷，均在5分钟之内赶到现场，并无延误情事。